被填入房子们快来看，这只母仓鼠二月居然说星际战甲不干，先号登陆第八天就能做出死灵、夜灵、犀牛和蝶甲，大家快来看它是如何翻车的呀。这有什么好稀奇的，跟着我的攻略从头开始做还不是有手就行，大家还不赶快去二月的主页收藏我的星际战甲信息全攻略，跟着做起来。先号登陆第八天时，我们的冰拿和攻略的六个部件都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将它们从铸造厂拿取出来。战甲死灵 Necros、 夜灵 Revenant、 骑牛 Rhino 以及叠甲 Titania 也已经做完了，喷火器伊格尼斯以及守护赫利俄斯也已经做完了，我们将它们都拿取出来。以上这些战甲和装备的获取方法在前面的视频都有详细的解说，欢迎大家去我的主页查看。然后我们将冰男和宫妹也都制作上，第九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们了。